长官好，想请教关于鸿海要购买 BNT 疫苗，那听说已经有收到指挥中心的有条件专案进口的许可函。那另外说，但听说这个郭台铭先生本来要委托台康生技被拒绝，那 后来又找上德国 BNT， 可以信任的玉立公司。那不知道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收到更改委托的讯息？那另外还要请教说，美国的 Novavax 的新冠疫苗经过三期试验，效力是达到90.4%。那之后他们会向FDA 申请授权，那未来我们会有规划要购买这种疫苗吗？那美国说要捐赠疫苗，大概确切时间要给我们，大概是什么时候会到？谢谢。到货的时间到现在哈，我们都还没有办法有一个哈确切的时间。好，那等到这个哈疫苗来的时候，我们待会跟大家来报告。然后第二个，在鸿海这边哈，我倒没有收到要做什么样更改。好，那我想这是哈，那官方跟民间的团体大家一起合作，好，那我们已经给了这个有条件的一个许可，好，那接下来双方还有一些官司的一些哈法律的文件，好，要来做相关的讨论。